Hello， 各位，大家早！哎，今天一个良辰吉时的好日子，我们要来做一项东西。这种东西，我觉得大家应该是炒翻的啦，哈、哦，就是整个留言都一直说什么时候做神教，什么时候做神教。好，这一次啊，我们因应这个一项企划，我们要来做一顶神教，可能不会到太细致，哦，必须先说，哦，但是我刚刚啊，已经花了一个小时的时间来画这个设计图，连设计图都画了一个小时哦。这神教怎么难做、啊？我一直躺一开始就一直非常不想做神教，因为真的太搞干了。设计图家，怎么样？设计图，这个设计图我看怎么样了？我可能会放 IG 上面给大家参考哦。有兴趣想要做的人自己去做。在做神教之前，必须有一件事必须郑重跟大家讲。就是我那个粉丝专页哦，蔡导贵跑庙会，这是官方粉丝专页，它里面所用的图是花钱请人家设计，我自己开钱请人家设计的哦，不是要给你们拿去乱用的哦，这有版权有著作权，好，所以我跑庙会的图跟一个大头贴的图，麻烦各位看尊重一下，尊重一下，就这样而已，好、哦，谢谢，好、哦，谢谢。这一集为了节省一些时间啊，好、哦，我们先把图画好。每一块木头要需要几块，然后每一块木头几公分都先画好了、哦、等一下就要花一段很长的时间来裁剪这些木头，然后再一片一片的把它粘起来。好，现在材料都剪的差不多了、哦、都剪裁差不多，现在我们先试着拼拼看，因为我觉得裁的部分有些地方还是会有一些大小的落差、哦、这就是最烦的地方，这全部裁好发现哎、欸、有比较长，哎、欸、有比较短，然后再重裁，好、哦、这是比较麻烦的地方了、哦，试着组装一下，其中一扇门就长这个样子，其中一扇，我其实还有两面，然后正面比较难做，正面跟这个不太一样。现在大致上哈，已经做好我们的算是雏形啦，接下来是把它粘起来，四个面哦都好了。叫的正面完工，哦，这叫正面，就用热熔胶粘，我还是比较习惯用热熔胶了，因为它很快就干了。不过缺点就是会有一些一丝一丝的东西，加上这些比较难看一点的塑胶的痕迹。不过还好，它比较讨厌就是这些缝隙哦。剪裁的时候还是会有误差啦，阿健啊，来得。喂，第二片也好了，这个两点没啊，这是前面。这是后面，好，要记得哦，老康哦，叫棍的康哦，给我棍啊，加在这里，好，不要忘了啊，不要全部搓完之后发现忘了留这个给我棍的洞就尴尬了，另外两边就不用了，哦，就剩这另外那两边再做起来，没办法呢，很粗糙啦，真的很粗糙，因为热熔胶吼太多这个塑胶漆了。真的还用那个赖打个憨憨哎，那些漆就会融化。继续。给我心了。等一下要做那个八卦汤，哦，这个又是一个很麻烦的地方了。八卦窗，不要太假，就用赖打去把那些热熔胶的须须
热一热。笑死啦！靠！烧掉了，不太强了。干！谁知道重做？那就教题的部分了，教题，相信大概画出来了。叫前面的那个小桌子啦，放那个牛肉的，好啦，小桌子，它前面已经连一个放神明的地方，哦，可。应该长这样，看这边。啊，之前金昭镇那个妈祖，呀，好像有点太高了，这一块太高，没办法再低了，因为它再低下去就会挡到这个酒滚的出路，所以就只能这么高。再来呢，我们用这种粗的、比较粗的飞机，我们来做它的叫的那个细吉卡，哎，四只脚都剪下来了。接下来为了做这个，我买了这个。哦，电动的磨笔，把它雕刻出它那个脚的那个样子。虽然我真的不太会雕刻了。我不是随便做做就好了，我这么细干嘛？我不是随便做做就好，我觉得还是做得很细。连这个脚都用雕的。算了，做了都做了，做起来等成品吧。接下来就四只这样子，不拍，没有到很精致啊。真的没有很精致了。四只脚，中间再加一片这个东西。好，继续做哦。阿内我，这回应该摘了。阿内，就这个部分，我们把它粘在轿底上面。叫脚的部分也差不多了，接下来就下面要量了。四条这个横的，下面再四片木片，就会差不多整个轿底下面都完工。再来就剩轿顶了，轿顶最难做了，所以留一点时间给轿顶。轿顶做好啦，先拿虎爷轿来研究啦。好了，我们研究出轿底的这个弧度是这样子的。好，所以我们就用这个最薄的飞机木，因为它可以这样凹，所以可以凹那个形状出来。最薄的哦。OK， 就是把每一片剪下来，就这样而已。有点瑕疵啊，旁边还有一些洞啊什么的。再来呢，我简单的做一下这个猪虎，简单啦，随便剪一剪。猪后，
了呢。有定。加了这个我不知道什么东西，加起来感觉它更像了。来，好，加点完够差不多了。等一下，我们整个窖全部都会漆成黑色的，好，因为咱这个窖要有点颜色，我让它用黑色的，好不好？再来就是这个五指山的，那个戴牙公相齐的时候，我去了一趟棚，那个南投，我就去南投手做的模型店，给他拿一个这个来，南投手工模型，点点的照，哦，有这个五指山上去，好啦，再来把整个窖都给它涂颜色，涂黑的。彩绘部分差不多了，哦，那这个不用心。接下来了，旁边绣布，我用电脑下去打字，下去稍微修一下，用电脑打就好了，真的不想再画，饶了我吧。叫的这个滴水，最后了，来，哦，四彩吧，这样就可以了。哇，四面都粘上去，再加上这个流苏。我觉得我家附近的书局这些东西都快被我买光了，有时候有去就一直买，有去就一直买。差点忘了，还有那个。轿窗灯，好，刚才这个轿窗灯，安尼看也行，好，用白纸，自己写，自己剪。功夫之后，我们做好了这两个好可爱啊轿窗灯，做有点粗糙了哈，该拍谁哈？就是要北港的轿，就是要轿窗灯才会可爱。八杠九，好，其实还有上面的这个有电黑上面怎么样？歌集，对，还有那个还没做，所以我在因为我找不到那种颜色很多的。所以可能就只能先这样子，好，美中不足的地方是上面没有这个一格名给他，对，好。先买的这个钩爪派上用场啦。塞在教棍这里，好，来组了一下，好了，这顶教完成啦，好，装了这个总是要有人扛吧，这一次我来聘请我们的蔡家教班会，我们八位壮汉来帮我们扛这顶教。拆球，来，现在换哪个方向？这里。
来任酒开一下哦。这一集啊，就是大家吵最凶的啦，就是说一定要坐轿啊，一直叫我坐轿、啊。这一集我就坐了，好不好？好，我从早上七点坐到现在晚上七点多了，坐了12个小时，中间只有去吃个午餐，然后回来就继续坐，坐了12个小时啊。所以说为什么不坐轿？因为坐轿真的是很累的一件事情啊。我之后的轿还是用买的，就这一顶就坐而已哦，唯一一顶哦，之后没有了哦。